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新的解答奥特曼街机游戏。这是解答奥特曼的三重投标形态。而且这一次我们会用两个新世代胶囊融合无限赛罗形态。太棒了，一上场我们的必杀技能量槽就充满了三格。加上杰厄被我们打掉了一半的血。让我们来召唤赛罗的无限形态。无限赛罗的必杀技好帅啊，八个光球发出的光线攻击。加团结的必杀技来了。天啊，眼前一片黑暗。让我们来防御。发动联合必杀技。最精彩的三重投标的必杀技来了。不愧是三重投标，好强大呀，
更多捷德奥特曼的街机形态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